这个是你画的吧？就凭这个，要不是落在我的手里，你早就戒了。你说吧，你希望我怎么干？立刻去见方先生，告诉他一定要听我的。对方先生而言，今晚也许是越狱的唯一机会。好，我马上就去。 江西的红色根据地已经不复存在，没有我们的同志做接应，即便是逃得出去，也逃不远。方主席，只要逃出去，总会有办法的。如果我走了，你们怎么办？留下的同志怎么办？能逃出去一个算一个，总不能大家都在这等死吧？如果把你换做我，难道你愿意大家去慷慨赴死，而唯有自己独善其身吗？你能吗？ 具备越狱的条件，不用你来劝我，我早就行动了。可现在，我们根本就不具备任何越狱的条件。再说，个人越狱即便是成功了，对革命事业来说也是毫无裨益的。我们想要的结果，必须是大家集体成功的逃脱。只有那样，影响才是深远的，对革命才是有益的。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劝你了。 你不用再劝我了，我已经认真的想过。我个人，即便是能够成功的逃脱，那么后果将是，敌人会加倍的警惕，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所有的同志，都将丧失通过越狱离开的机会。所以，这个机会，必须要留给忍耐的历史，和忍耐的我们。 去等待那个时机成熟的出现。那什么时候才算是时机成熟呢？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只要我们的中央红军是安全的，我们革命的队伍就会不断的壮大。中国革命的总形势就将有一天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到了那一天，条件和时机就是成熟的。所以。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坚定的、坚强的，坚持不懈的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以迎接那一天早日到来。站住！军法走廊了，我要进去检查。外面好像有人在吵。怎么回事？他要进去？黄书记官。 要进去，得需要军法处开的特别通行证才行。你糊涂了吧你？我就是军法处的。知道，当然知道，但是我们一向都是按照军法处的规定办事，只认证，不认人。这样的证件，有什么地方不可以进去？ 像您这样的证件，只能够出入看守所大门，或者是办公区，其他的地方，恰恰你还都不能进。那我偏偏要进去呢。那我是一定不会让你进的。
我现在怀疑你私通匪党，我倒要看看有谁敢不让我进。站！所长，你来得更好。我怀疑此刻方志敏的囚室里藏有猫腻，兴许是冲我来的。天明，你赶快走。我不走，我看他们敢拿我怎么样。你不要忘了是谁让你到这儿来的。我们可以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也可以为此而无怨无悔，但是我们不能把那些同情和帮助我们的人都拖进来。所有的苦难我们自己扛，但是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懂吗？听话，快走，否则我们就太自私了。快走，听话。你说什么？我堂堂的看守所还轮不到你这个军法处的书记官前来指手画脚的教训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既然没做亏心事，为什么不敢让我进去？不敢让我进去就说明里面有鬼。赵天明，人赃俱获呀。这回我看你有什么话说。说吧，赵天明，谁让你来的？方主席痔疮犯了，谭克也病了，让我给他送一盆盐水，怎么了？我问的是谁让你送的。你是不是耳朵聋了呀？照顾方先生的人病了，我自己要来的。放屁！你想来你就能来吗？没人同意你来得了吗？我批准的。怎么了？你忙完了没有？我白忙活了。方先生说不用。把他带去。方志敏单独在囚室里接触，你怎么想的？痔疮发作，衣冠怕脏，我派一个犯人去给另一个犯人送盆热盐水，这碍着谁什么了？我提醒你，方志敏是首犯，赵天明是要犯，你让他们两个单独在囚室里接触，这不符合规定。我可以怀疑你别有用心。再说一遍，笑话，衣冠怕脏，那你派谁不好，偏偏派的赵天明来啊？王朗，你不是让我亲自去给犯人擦屁股吗？你就喜欢给他擦屁股，你愿意，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侮辱我！这个李明文是越来越不像话，简直是胆大妄为。楚座，违规是小事，我怀疑他有叛逆行为。这种话没有证据不可以乱说，怎么处置李明文我自有主张。爹，娘，这么晚了还不睡啊？从你回来到现在，这个家几乎见不到你的身影，一天到晚满世界疯跑。我想知道你到底在忙些什么。爹，我想谋一份职业，安身立命。我告诉过你，我养得起你。我想自食其力。你有那个脸面，当初就不会离家出走，弄得我在亲戚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左邻右舍背后戳我的脊梁骨。老爷，以前的事就不提了。你看这天也晚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行了，都是你惯的。我告诉你，过几天跟我出去相亲。爹，我还没找到工作呢。如果你再像上次那样又躲又逃，就永远滚出这个家，不要再回来。兰儿，你爹他说得到就做得到的，他要真把你赶出家门，你上哪去安身去啊？就听你爹的话吧，去睡吧。
稍息。诸位，深更半夜让大家紧急集合，是因为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就在两个小时以前，在看守所有其他的犯人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诸位知道，方志敏是本处在押犯人中的特一号囚犯，未经军法处的批准和特别的授权，任何人都不得接近方志敏。这既是上峰的命令，也是看守所的死规定，但是看守所的个别负责人却擅作主张批准其他的政治犯进入了方志敏的囚室，这是绝对不允许的，这是严重的违抗命令。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李明文，出列。下面我宣布对李明文的处理决定，免去李明文看守所所长的职务，李明文必须深刻反省。希望诸位引以为戒，恪尽职守，效忠党国。如果今后再有此类事件发生，一律严惩不贷。都明白了吗？明白。解散吧。嫁人的，这要是在乡下，像你这个年纪的女子啊，早就做了孩子的娘了。做父母的哪有不敬贵自己儿女的？你爹给你找婆家都是为了你好啊，他又不是往火坑里推你，你怎么就想不开呢？娘，我已经有心上人了。他谁呀？他在哪儿啊？你总得跟娘说说清楚啊。兰儿，从古至今，这婚姻大事一向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我们梅家三代书香，德品传家，可不能到你这儿就坏了门风啊。女儿家私定终身，那可是大忌啊，那在外边会被别人嚼舌根子的。脚长在自己腿上，我走自己的路，不怕别人说。你是不是还想离家出走啊？是不是想让你爹爹把你赶出家门呢？是不是啊？兰儿，娘的好闺女，娘的好女儿，娘不能再失去你了，你不能再走了。就当你什么都没说啊，娘什么都没听见，你千万千万不能跟你爹爹说。你是不是想让娘给你跪下，你才答应？娘，您坐下。
放风时间到了，赶紧开门。放风取消了？为什么取消？凭什么取消？你说凭什么取消？老实待着。叫你们所长来，我要跟他叠对。瞧你那小样啊，也不撒泡尿照着看看自己是谁。走。老赵，好像是出什么事了，一定是。这是看守所在押政治犯处置事宜的请示报告，请您过目。你的意思是把方志敏也杀了？主任，之下确实低估了方志敏的抵抗性了。方志敏现在浑身上下每个细胞都被赤化了，已经不可救药了。现在省党部连续接到几个申请，都想和方志敏谈谈。如果你把他给杀了，这等于挡住了别人立功的机会啊。如果他们谁觉得他们有本事说服方志敏，可以让他们去试试。哎，其实啊，我也知道这只是一厢情愿的事儿，可是委员长对着有要求，我们只能按照委员长的意见办。说服方志敏，其实就是为了给其他那个共产党员们看看，也只有归顺了党国，那才有出路，是不是？方志敏这个人太善言辞，传染力太强，我是怕时间长了，看守所的看守们会被赤化。主任，这些赤匪实属可杀不可留，特别是方志敏。杀不杀方志敏，你没有这个权利，我也没有，只有委员长有。大哥，除了李明文被处置之外，你还有没有听说什么其他的情况？我看见对方县的守卫力量增加了，放风也取消了。我感觉，你感觉什么？还能是什么呀？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他什么时候来的上海？不久前，是宋先生秘书告诉我，他说为了安全起见，他把他安排在路易埃里先生的家。他来的正是时候啊！这么用李明文，我把他用得太狠了，逼到绝路上了。咱们没把他怎么样啊？你不知道，简直是太混头了。李明文一旦走了，我们之前所设计的计划可全泡汤了。管他是谁当所长，老赵，咱们可以重新再来。来不及了。敌人的大屠杀可能就要开始了。你好，老 K。 你好，戴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听说你回到上海，我也非常高兴。欢迎你回来。可是，方志敏同志他们，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李先生，李先生，这么巧啊！啊，梅小姐啊，坐吧。啊，您怎么了，李先生？啊，
没事。服务生，给我来一杯咖啡。好的。巴萨血战之后，方主席收拢部队，临时整编成了一个团。红二师师参谋长赵天明同志临危受命，担任了这个团的团长。按照方主席的命令，赵团长带领部队往武关方向突围，但此时什么都晚了。在汾水关，我们受到了数倍敌人的包围，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眼见汾水关突围无望。为了日后能够东山再起，方主席让我和他的马夫老张同志去掩藏全军最后一笔经费。我们在战场附近的密林里找到了一处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我们刚刚买好经费，卫星被接踵而至了。老张，敌人到处在搜山，我们一定要小心。方主席交代，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经费了，我们一定要把它藏好。对，咱们赶紧藏好以后啊，做个记号。坏了，这马一叫，肯定把敌人引过来了。刘政委，你赶紧买好了以后藏起来，我去把敌人引开。老三，一定要小心的。就这样，我被俘了。被俘后，敌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修理工。敌人信以为真，对我便不大留意了。后来几经辗转，有天夜晚，敌人把我们带到了九江码头，在码头等船的时候，我趁敌不备，瞅准了一个空档，炸着胆子逃了出来。你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侥幸而已。可先遣队大多数被俘同志都没有这个侥幸，尤其是方志敏同志他们，他们目标太大。你有心事啊？没有啊，何以见得？都写在脸上了，您看起来好像心情不太好。我嘛，时日何桑，欲及入邪王。先生何出此言啊？你工作找得怎么样了？没有，您见笑了。那天以后，我还真天真的想过想请李先生帮忙呢。我才刚刚失业，朝不保夕，累累若丧家之犬，如何帮得上你？先生失业了？怎么会呢？冒昧的问一句，先生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青天白日底下最黑的那份工作。最黑的工作是什么？军法处看守所。您在军法处看守所工作？是看守所。您在看守所工作，那很好啊，许多人想进都进不去呢。有什么好的？那不是活人能待的地方。您是指关押在里面的囚犯吗？囚犯们的人身是失去自由了，但是他们却拥有着可以自由驰骋的思想。我们这些人看上去是自由的，但思想却被牢牢禁锢着，如同行尸走肉。
李先生，何苦这般作践自己呢？在看守所，您就没有看到一点亮色吗？有啊，就在那群人的思想里。他们的身体虽然被墙壁禁锢着，但是依然掩盖不住他们的光明啊。先生所说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可以照亮你黑暗道路的人。真不简单，这些人能让您发自内心的笑。其实我要谢谢你，和你聊天真的很愉快，这是这段日子里我最开心的时光了。谢谢。方主席在南昌看守所。是的，报纸上已经公开披露了，刘守熙、王如诗、曹远山这些同志还没有准确的消息。不过根据我的判断，不只是他们，甚至包括赵天明同志应该都在那里。赵天明同志也被捕了？敌人在报纸上公布他的照片了。刘总同志，在去民政干苏区以前，你也在中央特科工作。我调到中央特科不久，你就调走了。对于特科以前的许多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我想问你一下，在南昌方面还有没有我们潜伏的力量？有，倒是有一个，是一位女同志。女同志？那能找到她吗？我不认识她，跟她没有见过面。按照李克农同志的指示，我办好了这套手续以后，就直接以挂号信的方式投递出去了。投递？娘，你这么晚才回来，去哪儿疯了？你就不能让我跟你爹生点心？一个女孩家这么晚回来，传出去不好听啊。嗯，你呀。真的是不行。报告，师长、政委，还是没有打探到妙敏同志的下落。不过侦察连在重安县城搞到这些报纸，副连长让我赶紧给首长送过来。我们这么久以来还没能找到廖敏同志，我真担心。不会，虽然我们没有得到什么可喜的消息，但是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不好的消息。这样看来的话，妙敏同志应该是安全的。我担心的是啊，敌人在我们之前找到他。师长，要不我们再去找找。小同志，任务完成得不错，先下去休息吧。啊，是。老苏，你看，大哥齐红发、凤妹已安抵南昌老家，见自请速回，以免爹娘悬念。看来苏梅同志在南昌是落脚了，我们也应该采取下一步动作了。对，要快，他一定吃了不少苦的。喂，主任，是，我是曹志斋。啊，上饶和杭州还要转新人过来，这么多呀？主任，现在看守所已经人满为患了，如果再来新人的话，那就得抓紧时间煎苗啊。好，我听您指示。该枪毙的没枪毙，又来这么多人，我哪儿装啊？又要来新人啊？对呀、啊，上饶、杭州又要转过来43个人，而且都让我来审。我告诉你，审他们是最累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能者多劳嘛，这是上峰看好你，这是好事儿。现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干得多，出的毛病必然多。没事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一旦出事儿，谁干得多谁倒霉。
这每个监舍都塞得那么满，怎么办呢？可以修建新监舍啊。哎，你这个想法好啊，这个我怎么没想到呢？好，你现在立刻通知看守所和狱政科，让他们拿出一个修建新监舍的可行性的方案。可是我……喂，曹志斋。哦，大姐呀、啊。啊，他不听，他不听，我去劝他。我现在没有时间，我这现在事儿多得很，大姐啊，我去劝，我去劝。哎呀，焦头烂额，焦头烂额，有一件家事儿，我得去处理一下。初座，修建新监舍的事儿，我怎么跟他们说呀？按我说的做，告诉他们这是命令，尽快拿出修建方案。两点要求：一要满打满算，二要快。是。大姐。哟，兄弟来了。哎，明文在哪儿啊？啊，他刚刚出去。大姐啊，我这一天到晚事儿忙死我了。你看我这好容易抽时间来了，他又不在，改天再说吧。兄弟，你别走，我知道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在街口的那个咖啡馆里面，这几天他天天往那儿跑，我带你去。走。梅小姐，我有些纳闷啊，你好像对看守所的事情格外感兴趣。神秘吗？人们对神秘的事物当然感兴趣了。那你都想晓得些什么呢？出家人化缘，多多益善嘛。那好，你问吧，我尽量回答你。嗯，比方说，看守所的房子都是什么样子的？房子？就是普通的房子，很普通的。普通房子？对，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他们的待遇怎么样？比如，我们看守所就有这样一位犯人，他是原南京中央监狱的监狱长。党国的元老，人称胡法官，除了不得越过看守所所制定的监管区域外，可以活动自如。明文，娘，舅舅。啊，你有客人啊，那你们先聊。明文，这女孩子谁呀？哦，一个朋友。是你的女朋友吗？是又怎么样？明文，怎么跟你舅舅说话？也就是我护着你，我要是不护着你，你现在能坐在这儿吗？早就把你关起来了。你知道你袒护的是谁吗？那是方志敏。方志敏怎么了？跟方志敏比起来，南昌城里那些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官僚，连一只虫都不如。胡说八道。人家方志敏都快被你们杀头的人了，可是人家呢，胸怀坦荡，刚直不阿，还处处替别人着想，不像有些人，平日里人五人六的，关键时刻只图自保，六亲不认。明文，你怎么跟你舅舅说话的？我看你完全被方志敏赤化。随你怎么想吧，反正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我什么都不怕。明文，我警告你啊，因为你是我的亲外甥，所以我对你网开一面。但是你要是自毁前程，自毁青春，那谁也救不了你。你要把从方志敏那儿听来的那些个赤匪的流言到处散布，惹出事儿来，我不但救不了你，我还要抓你。哎，他舅舅，兄弟，你别走啊！是不是因为我，惹得你母亲和舅舅不高兴了？和你没关系。您的舅舅好凶啊。他是做官做久了，都是官场里惯出来的毛病。哦，您舅舅是做什么工作的？绥靖公署军法处处长。怪不得。谁闹事儿？
赵天明，给我上手段，给我用刑，还反了他了。进来，处座。白梅，我想杀人，我要杀人。调车去看守所。赵天明，赵参谋长，军衔不小啊，所以你敢带头闹事儿。你敢带头闹事儿，我就敢重重的罚你。擒贼先擒王嘛。你不就是一个军阀处长吗？就这点本事，我扛得住。嘴还挺硬。对，我就这点本事。我的本事可以打掉你的锐气，磨平你的棱角。让跟着你跑的那些党徒们希望破灭。上重刑。你说什么？赵天明被带走了，因为什么？新来的所长到我们大一监号巡查的时候，老赵因为放风的问题就跟他吵起来了，看守们为了讨好他就动手打了老赵，可是没想到老赵还手了，抽了看守一个嘴巴，这一下事就闹大了。刚才我看见军法处的曹处长都来了，我估计老赵是凶多吉少了。你去吧，我知道了。您先把药吃了吧。等一下我自己吃。那好，晚饭的时候我再过来，您一定记得按时把药吃了。方先生，抱歉，我做不了主啊。给老子叫郭总来。方先生，这个我够不着边啊。快去！王所长，这下子，白秘书不是外人，我现在跟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必须记清楚。直下聆听教诲。那个家伙一旦断了气，你立刻往处里打报告。就说是在正常的审讯过程中，囚犯企图反抗，你手下的人失手，但是不能把我牵连进来，明白了吗？明白。报告所长，处长也在啊。什么事儿？方志敏发火了，他要见顾主任。他要见顾主任？对，顾长官，顾主任。你接着说。我们说我做不了主，他打碎了南水瓶，火气大得很啊。情况怎么样？我找到刘鼎同志信件中投递地址，那里是一所教会开办的一个慈善幼稚园，但此地在128抗战中被日本人炮火轰毁，早已人去楼空。不过我碰见了香港省委的赵军同志。赵军？是的，赵军。来来来，坐一坐。民国16年组建红队时，我曾与他一起受训，后来他与邝辉安同志一起被派到香港，他辗转来到上海时呢，邝辉安等28名同志悉数落难，于是呢，他在苏州河一带隐蔽了起来，一边靠在码头打零工维持生活，一边寻找他党组织。你是说，他跟那个投递的地址有关联？那倒没有，不过他透露一个消息，南昌我党一个掩护机关依然存在。他途经南昌到上海的时候，曾在这个掩护机关小住，并得到接济。这个掩护机关负责人冯少贤是他同乡。这都几个月过去了，南昌方面有没有什么变化？掩护机关有没有被敌人破坏？我们根本就摸不着底。有些风险，不过这是我们能利用的唯一一条线索，就算有些风险也是值得的。让我想想。决定吧，老 K 同志，为了营救方志敏同志，冒再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
被俘的同志在敌人的监狱里度日如年，说不上有多艰难呢。方先生为什么要见顾主任？顾若彤不是一直希望和我再度见面吗？方先生有什么事情跟我说也可以，我完全可以代表顾主任。我见顾若彤为的就是要好好说说你。说我？说我什么呢？说你在看守所里推行法西斯主义。方先生此言差矣吧。看守所对军事犯也好，政治犯也好，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没有迫害过谁啊。那取消政治犯放风是怎么回事？那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看守所的管理需要。那么迫害殴打政治犯又是怎么回事？赵天明呢？赵天明在哪里？真